我刚刚看完之后，发现有一个生过小孩，而且小孩才刚出生没多久。子涵，我们已经很忙哎，已经按圣宫杀哎，今晚几点空？总有一样是他的。丢你敢用啊？丢你敢用？用他？不是我说，如果惩罚了，好好好，这画面就舒服了。俊男美女嘛，身高也够，身高也够。哎，等一下看，来，你为什么抿嘴？你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要轻哦，不能有歹念哦。有指定的音乐吗？指定的音乐，你可以选。那选老鼠爱大米。老鼠爱大米，这么 old school， 好跳辣。好，那个老师萨克斯风的老鼠爱大米啊，浪漫，对不起。太快了啦，很明显，靠近啊，慢慢的。你再这样，我们要示范头发，你这样美满要来了，美满会来哦。慢慢的。不为所动，他没有感觉。不为所动，你一样超派题哦。耳朵是假的啦，耳朵是坏掉。先看看，对，就一会儿。好吧。谢谢哥，委屈吴老板了。我们只能这个不要那么相忍为国，辛苦了，要有 feel 的，哎呦，果然江厉害，有差哦，他会吹，他们是老，所以你不会，前戏要够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16连拍，预备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，一个颜色就好。没有他，因为他是连贯性的，哎，他会开法拉利的，哎，一拍，法拉利 ，Action， 一拍，二拍，过去，三拍，对，咬下唇，咬下唇，继续看，咬上巴，咬上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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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上巴，咬下巴，我明白，再来。默，会把我宠坏。解开什么？声音解开，再上去。一个小孩，快到了，再上去，快到了，高一点，顶，快到了，顶上去。这什么荒谬的节目？顶上，再上去。对，快到了，对，再上去。再来，哎，预备。会把我宠坏。我觉得宪哥真的不要再逼他了。Hello， 各位宁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彩妆单元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长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。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没有。再给你们喝，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。